拿个奶嘴糖。嗯，好的，等一下。嗯。给你的奶嘴糖。咦，大熊，你怎么了？捂着个嘴啊？那没事，我吃牙龈疼。牙疼呀？那你还吃糖？你不懂，这叫以毒攻毒。嗯，这个奶嘴怎么没有奶味啊？这下姐我要退货啊！我看看，不就是这个味儿吗？不行，我要换牛奶味的。哎，你的是真多，奶味的，哎，就这个了。来给。嗯，这才是个奶嘴味嘛。嗯，再给我拿几个汉堡糖。给。嗯，朱香姐，这汉堡糖怎么有汉堡味啊？啊，难道你买个唐僧肉，我还要给你配个唐僧啊？那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你们说呢？嗯。